叫李一凡，今年15岁了，现在在英国读书。我对自己的穿搭有信心，看到明星穿了我就想去买，好看呀。以后要么创业，要么做明星。我很喜欢万众瞩目的感觉，我就是那种明日之星，可以成为第二个李一凡。交朋友的基本准则是要好看。我是《星际主人公》最帅的，脸帅。每周六中午12点，《变形计》会员抢先看。